哎，这个为啥我的匹配就这么慢呢？哎，你是在荔枝的吗？上播？嗯，不是。哦，你们公司的那个是？嗯。嗨，晚上好。哈哈，你是第一个。晚上好，我想要玩那个问答，可是他要3000人，现在只有165人。今天可以凑够人数吗？啦啦啦啦，你好，晚上好，我现在在学校。为什么要选48？我想选百科。听到我声音会困吗？我现在也是困困迷迷糊糊的声音。我是睡醒一会儿了，可是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。啊！我比较喜欢挑战难度动作，先百科好了。要是百科我们很快就输掉的话，我就再开一次，然后我们再刷到3000人再来打48的，然后赚鸡腿。啊，一天只能一次哦。那不管我，不管我任性。那我们就明天再开48的赚鸡腿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先玩百科的。就是要凑够3000个人就能玩起了。问答还没开始，现在是1096人，还差2000个人。答题大军，快来！嗯，谢谢。戴上皇冠，喵喵喵喵喵！我和你们说，我昨天超充实的一天，我都极度修仙了。我昨天。白天，他到晚上，就是早上起来准备要排练什么的，然后去外务，我参加了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综艺的录制呢，是觉得很神奇。对，是一个网络综艺，还有其他2个成员一起。嗯，谢谢，谢谢。
谢谢。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就是有一个第一次尝试，就挺开心的。是有一点类似，吐槽大会吧，小小的类似。谢谢。现在有2386人啦，快来，我们一起发财。发财就是有百万问答呀，到3000人就可以开启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玩百科，我们明天再玩四八嘛。哎，可是这个答题是怎样？我也可以答的，对吧？还是你们有谁错了就过停止了呀？好的，好，我昨天挖物的时候，因为是吐槽类型的节目嘛，然后就有很多吐槽团的小哥哥小姐姐，他们就很犀利，不过私下都很照顾我们，就觉得好厉害，觉得挺开心的。然后我就笑了，我就回来赶我的开题报告，因为今天早上就要开了。然后我就通了个宵，我老了，通不动宵了。通宵好好伤身体哦，感觉我就整个人被掏空了。谢谢。这样我们可以开始答题咯。我要开始啦。我选百科啦。一分钟开始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选一分钟还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啊？一分钟，哦，谢谢。题目在哪里呀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哦，它要过一会儿再出现是吗？我觉得很好玩。会不会第一题大家就孤单了？好紧张哦，刺激。你们马上要凉凉了吗？是这个问答，如果答不上，你们就必须强制退出直播间吗？是吗？你们有看到的题目是啊，是会退出直播间了啊，神奇，好好玩哦。一在验室上应该上便验上应该上红酒。对不对？答案叫最终，对吗？答错了，什么？
点击开始下一题。最有效的防御方法是用，肯定是用蜜蜂。哇，我答对了也开心。下一题，物体离我们的远近是视觉中的什么角？应该是观角吧？眼角太搞笑了吧？虽然我们第一题凉了，但后面还是要有信心的。你们有答对吗？耶，yeah, 我答对啦！下一题，羔羊酒徒，羔羊酒徒，羔羊是什么名啊？哇，这题有点难哎。怎么办？选，哎呀，完了，没有选上。我是几题就不能答呀？还是我可以无限答下去吗？这怎么老问九啊？这题答案是什么嘞？他怎么老问酒嘞？这题答案是书名哦。我学中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嘛，我又没学好。世界上两个相邻国家之间边境线最长的是俄罗斯与中国吧？看上去就很长。那你们是答一个错就不能玩了吗？啊嘞，你们就被淘汰了，我又答错了，什么？只剩下这么点人了？诗仙的是什么？李娃娃，为什么只剩十几个人啊？要是你们都勾带了，是不是我也打不了了？只剩九个人了 ，Oh no！ 不行呀，你们要稳住。长腰黄果的是，长腰黄果应该是甘橙吧？是吗？害怕。Oh no， 我感觉要错了。香蕉啊，我觉得不能按常识去想嘛，应该要反过来的套路。错了，只有四个人了，完蛋了！你们稳住，一定要有一个人稳住，把叶子搬回巢穴。切叶蚁应该作为食物吧？它不会种蘑菇的吧？蚂蚁还会种蘑菇的吗？哪尼？什么牛？蚂蚁真的会种蘑菇啊？它那么聪明的吗？Oh no！ 只剩下两个人了。我们
稳住，柠檬柠檬柠檬要提高警觉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出自《论语》。蚂蚁真的会种蘑菇哦，哇，真的厉害了，我都不会种蘑菇。还有，加油稳住，你们不要钱不够带。草圣，顽锡之吧，是吗？是吗？我快快快，告诉我是吧？不对，顽锡之是写行书的呀，草圣是张旭吧？耶、yeah, ，答对了！原来答题你们不能发弹幕。开始下一题。2000年我们汽车产量是多少？哇，这我怎么知道？这个，选什么？选产量应该选最多吧？行。产多一点应该总是对的吧？好紧张哦！这个题全靠蒙哎！哇，答对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什么都不知道就选 C。老三届是指哪几年毕业的？老三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选 C 吧。勾带 ，Oh no！ 哇，我获得了600个鸡腿，好开心哦！最后一题应该想一想的，那个时间点是文革的时间，应该不应该选 C 的？太笨了。5000是皇冠。好了，我明天要玩48题库先赚鸡腿。我今天一天玩48题库，一天玩百科题库。可是也许我48题库勾带的更早。不然我们等到12点开始玩48题库吧。太搞笑了。我沉迷做题，我真的超喜欢玩这种问答题，好好玩哦！不然我们再说一会儿话，然后12点我们再相见。你们答题可以赚到很多鸡腿吗？你们没卡住呀？
全部打的，你们都，你们好小哎。那我们明天再玩答题吧。我觉得这个超好玩耶。12点再见，但12点我怕我室友睡了，不然还是算了。我明天再找你们玩吧。明天晚上，不知道，或者我一会睡不着，沉迷网答题的话，也许我会出现。你们12点应该也还没睡吧？不知道。好，所以我可能一会儿冷不丁的出现，也可能明天晚上出现。那我先关直播喽，大家拜拜。